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生。今天我们特意带来一只18斤的红骨啊，来打过这个双子科嘛。然后我们把它切片切一下啊。一波啊，来，这个打这里，头打这里，提一下，一万多多吧，回家吧。过三四天过来把它盘了。这个无影岛这个双子科呢，前几天用那个红骨，一个头一个尾打窝了，希望一窝多多吧，好吗？一、二、三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抽干了，好不？哎，你要今天我们一人一个，看一下谁抓的多。好好，那我先抓。哎呀，哇！这是就18了，哇，哇，小红骨，哎呦，哇，我以为什么猫齿鲨哈，哎，小梨子珍珠吧。两斤啊！哎，哇，最近红斑的季节啊，你看又一只。哎，这里是，哎呦，螃蟹！哇，哇，又是青蟹，青蟹，青蟹，漂亮，这么大，半斤多哈，来，好了，我们差不多摸完了哈。看一下阿峰那边还有多少，今天鱼货不多，就抓了这几只，最少了一次了啊！不知道阿峰那边收获怎么样，我们去阿峰那边看一下。哎呦，青蟹啊！哎，别咬我！半斤多啊！哇，头在这边，尾巴在这边，哇！这是有两三斤的红骨啊，一斤多，两斤。喂，什么东西？哇，重打啊，两斤多，漂亮。哎呀，见见见，喂，又一只，小跑了，双胞胎啊。哎呀！哎呀！我操！看到没有？大老板，张牙舞爪了。收了，进去了。哇，花完了，一斤多啊，这个很补的。漂亮，亮货啊！亮爪一个，半斤多，收了。好啊，我们这边摸的也差不多了，不知道顺哥那边抓的怎么样了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，看看他的多还是我的多。今天的鱼货好像前几天打货被人盘过了，今天鱼货怎么这么少？阿峰抓的好像比我多一点，差不多啊。今天就不要拿去卖了。
你抓了你带回去，我抓了我带回去，好不好？一定要不要卖吗？好像也不多、啊。那好好吧，你抓的好像比我多。那我再分，我们还是平分。好好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家吧，船就到这里哈。喜欢阿森赶海的加入关注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阿峰，过来帮忙一下，快点，这么大的鳗鱼哟！哦，哎呦！啊，大家，我叫阿森，今天我们到了无影岛这个风筝岛下这个水坑啊，现在水好像涨潮，我们把这只超大的马家鱼拿去打窝一下，过五六天过来盘它。来，一窝多多。走，我们回家。过了一个星期。好，一二三，抽干了，非常多余。你看，哇，第十八爪搁浅很久了，哇，还有一口气在，五六斤啊。哎，螃蟹，哦，红花蟹，哎，哎呦，哇，好多，抓头，赶紧，哎呦，这么屌。早上刚被你咬了，还想咬我？来，这里，哇、哦，哎呦，十几斤啊！阿峰，过来帮忙一下，快点，这么大的鳗鱼哟！哦，哎呦，哇，这么大，我，喂，吃糊了，漂亮，这么大，有个七八斤、十斤有没有？哇、哦，黑雕。哇，红狗，喂，哇、哦，哎呦，鱼掉了，三十，不错，嗯，滚鱼，滚鱼吃了，龙胆啊，这什么？哇，两兄弟，漂亮，无影岛的就是不一样，这里还有珍珠斑，哎呀呀，你看，泥头鲨。哇、哦，犁头鲨大抓八爪鱼，你看，把犁头鲨吸了，还有石头，给它吃掉，解救它。哇，吸这么紧。阿凯，从哪一个把八爪鱼封一下？好，这个就放生了。去大海吧。哎，哇，魔鬼鱼，漂亮，这么大魔鬼鱼，超级好吃。哎，这里。哇，又一只鳗鱼！哎呦呦，哇、哦，龙虾，好，哎呦，犁头鲨，哇、哦，鳗鱼，进去，哇，涨潮了，这边涨潮了，来不及了。哎哎，这里，红鳗啊，来。水抽不干。看见尾巴了，哎，哦，这是什么脏话？今天的八爪这么屌，螃蟹，八爪专门吃螃蟹的，螃蟹也不糊，大炸。还有这只犁头鲨，来阿凯，这个换掉，出去。哇，小奶雕，哦，跟不住。哇，珍珠斑，哇，涨潮涨潮了，哇，红鱼，哇，狗炸，哎，脚抬就什么，哇，哇哈，鲑鱼，哇，这里还有什么？哎，这里是什么？哇、哦，帮忙，漂亮！哇、哦，海水涨潮了。哎，这里，哇、哦，八爪，哇、哦，钻到洞里面去了，出来，哇、哦，好，吸我一个，你来，阿干，拿去，快点，好。哇，海水全部把水坑都淹了。
咬住了，哇、哦、哇、哦，给它咬一下。混水摸了一只大青蟹，哇，水都冲不干，涨潮了，不然相信这下面还有非常多鱼啊。哇，你看，阿波已经淹到阿波半个脚了。来，这个垃圾带走，你去吧，阿波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收获不错哈，还抄的来不及，你看水坑都涨潮了哈，淹进去了，主要今天收获了43、48爪，这么大的，还有十几斤的鳗鱼，你看还在咬人，天敌，还有小龙虾哈，这个是我山东的一个粉丝包的哈，花2000块钱，我们今天这么多鱼货都是他的，回家把它真空一下，给他发走哈，喜欢阿叔赶赶的，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